客，请赶快上车。各位旅客，旅客。8:40，我在花莲车站整理完之后，准备出发。温度大概就有10几度，希望不要下雨。左转，现在第一个目标应该是5公里外的北埔，是叫北埔车站吗？有点忘了。走在花东最可怕的就是这种。3线，往右是台九到花莲市区，往左是台九到苏澳海南澳。我们今天的目标是崇德。Go。这里出现两条路，不知道走哪一边，选择走左边这条。好可怕，到处都是狗。右边有楼梯向上，哇，原来是这样。哇，满身大汗，脱掉以后凉了一点。继续出发，今天的进度预定是要到崇德，那总计大概是25公里左右，必须要赶4点钟的区间车到罗东，必须赶一下路。虽然现在在赶路，还是忍不住停下来，要左转。左转就可以看到北埔车站，9:37。下一个目标是6公里外的景美车站。十字路口。我走进去小路，我怎么会走这边呢？有个白痴，五花大妹。离开市区之后，接回来台九线，我还是习惯逆着车道走，因为走这边的话比较看得到来车，感觉比较安全。遇到有这种脚踏车道的时候，我就会走进来里面。海洋驿站，台九线182公里。出现一间全家，全家的对面是 Seven。然后 Seven 的旁边有广安宫，菲拉姐妹教会，蛮特别的名字。台九线180公里 ，get。10:30到达玩味番乐园，不知道这是什么，我又被狗吠了，肚子饿了。捕获正妹一枚，他有留电话哦，李轩。
不要抱人家。奇怪，怎么一直没有看到景美车站的入口？又补过一个正妹，这是新义。奇怪，东部的房座怎么都打错字？不要抓人家哦。台九线177公里，我看到前面的 Seven 了，也就是说 Seven 的前面这条小巷子，我们要左转进去，就可以到秘境车站、景美车站。希望不要有狗。10:56，到达景美车站。休息一下，顺便补充一下热量。10:05，从景美车站出发。下一个目标是新城的旧老街，距离大概是6.多公里，希望在12:30以前能够到。大的小吃，康乐村，阿里，在哪？白恩桥。我在花莲。火山爆发机，这间就是 Kid 介绍的那间吗？晨曦，不要去伤人家、啊。秀林江，没错，到秀林江了。补充一下缘分，现在走到这里快12点了，已经开始渐入疲态。这边进去就是新城站，但是我们不往这边去，我们要到新城的旧街、旧老街那边去。几秒到地中海。像我想象的人那么多，半天湖。嘉兴冰果是柠檬汁。谢谢啊。就是柠檬汁。现在时间是下午快1点钟，我的行程比预计的行程快了大概1个小时。那我现在会继续出发，就希望在3点可以到达崇德车站。那我就4点的车 ，Go。苏万方路靠右，往苏万靠右。台九线170公里 ，get。汉口的大桥。峡谷
美啊。泰鲁格大桥走完了，海九线往右进入苏花，往左是进去泰鲁格。海九线，海九线168公里 get。下午1:46，中油加油站附设小区，崇德国小，海九线166公里，旁边就是小区。下午0点到达崇德的小区，现在距离崇德火车站大概300公尺。崇德火车站。